香港人生活变化影响深远，记录香港发展轨迹，回顾香港命运起落，承载沧桑。香港风云系列主持李锦鸿、沈西成。西城兄，我哋城寨沧桑一个试播出街反应不俗，不过好戏在头，我哋正式推出呢个城寨沧桑系列咧，每集有不同嗰个主题咧，三月就启播咯。我同各位fans 讲啦，由3月1日到3月31日其中一日就开始播啦。几时可以留意下？你由1日开始留意，就有少少悬疑，好让大家要期待心情。一定系3月内播出，呢个唔可以讲大话，有诚信先得噶。我哋要推出呢个城寨沧桑嘅系列 ，D100 香港台逢星期四下昼3点到4点，城寨沧桑，香港风云系列。我真恭喜你啊！恭喜你啊！